好，那大家好，看一下这一波哇，Faker 这边的话秀了一波单杀，那面对的是小师弟啊，也是之前的话曾经在 SKT 试训的这个 Skull 的。那最近啊，Skull 的话，在近期的话是转到了这个 EDG 啊，已经也是跟 EDG 签约的一个选手。好，那这边的话，刚刚的话说了那么多，我还没有做自我介绍。那各位观众老爷，各位新朋友们，我是声音平淡化不标准，没有情绪，音无特色的非专业娱乐型解说80。那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Faker 的亚索啊。Faker 的亚索的话，有多么的屌，有多么的自信，有多么的流畅，有多么的牛逼啊！我这个一张图片即可概括。好，看到了没有啊？这是 Faker 近期最近一段时间玩亚索的一个图片啊，非常非常漂亮，颜色也是异常的一个鲜艳啊。可以看到，就是亚索这英雄怎么说呢？亚索这英雄感觉跟 Faker 好像就不是很，两个人的话这个习性不是很符合啊。看一下这一波打到那蜘蛛这边过来的一个跟进的话，直接一刀平 A 啊，非常非常漂亮。这样子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局啊，二杠一的一个开局。然后你以为这一把就是这样子吧？不，你错了啊！我们这个好戏接着聊。这个之前给大家放了一个那么酷炫的一个图片啊，你以为就这样子结束了吗？啊，慢慢等。我们这边的话，继续接着这个视频往下看啊，不要着急，大家啊，必然会有好消息给，必然会有好戏给大家看的。然后的话，说到亚索这英雄，就不得不提另外两个英雄，泽拉斯和这个黄姬啊。为什么要提这三个英雄？这三个英雄是 Faker 著名的有毒型英雄啊，就。怎么说？就虽然说 Faker 的英雄池很广，广的这个深不见底，甚至在决赛场上，甚至在 LCK 的决赛上是拿出了这个维克之虚空之眼这种英雄，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他。就是并不代表说他这个所有英雄他都能玩的真的是流畅无比啊！这个除了一些辅助英雄之外，相对而言，这个黄姬、泽拉斯和亚索是他著名的三大毒瘤英雄。然后的话，现在的话，黄姬已经是脱胎换骨，不同凡响。泽拉斯的话，因为基本上没看他玩过，所以说还不知道是什么样情况。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亚索，亚索这英雄的话，感觉。好像 Faker 他还蛮喜欢玩的，但是啊，每次玩的都是挺感人的啊，非常非常的，反正每次玩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吧，就是这样子。然后的话，这一把的话排到的对面的话是这个小师弟，就不用说了。然后的话也有我们这个 EDG 战队的上单 Coral，看一下这边 ，Faker 都惊呆了，哇！不要这样子，我好不容易打一个二杠一的一个开局。其实玩其他英雄的话，Faker 什么开局都很正常，但是玩这个英雄啊，有个二杠一的开局，我觉得还是挺满足的。不要要求太高了啊，已经有个很漂亮的二杠一的开局了，不要要求太高。然后的话，接着视频，我们往下走，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关于亚索这英雄，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啊。那有几个流派，之前的我们以简单的以天赋来说，就是不灭流的话，在前一段时间是非常流行的，但现在的话，好像是。就随着嗜血的一个改动，不灭流亚索还有，但是已经不是那么流行了。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嗜血，还有这个热忱流这两个亚索。那这两种亚索的话，可以把亚索的这个输出能力发挥到比较极致。而我们国内的这个知名的这个亚索玩家浪子燕的话，好像还是比较喜欢玩不灭流亚索。看一下这一波的话，直接打一下消耗，这个杰的大招等于是什么都没有做到，非常漂亮的一个预判，反身的一个 Q 技能，然后反身的一个吹，然后接一发平 A。给个大招，直接是让杰所有的东西都消散于空啊，消散在眼前。看一下蜘蛛这边的话，过来一波 gank。蜘蛛的这个强越塔能力是没得说，但是巴德这个金身直接虚弱加上巴德这边过来，哇，二杠三，好，不要着急，
才二杠三嘛，这个结局还是很美的哦，还不算太崩啊、哦。我们接着往下看，怎么说就是，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不是我莫名其妙想笑，是因为我经常有在做 Fake 的 OB 嘛，那经常有看我观众，经常有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但是实在是每当看到他的亚索的时候，就真的是忍不住啊哈。哎，看一下这边的话 ，Colo 过来的一波资源是直接收掉了对面的瞎子。看一下下路的一个情况，这边的话 ，Faker 有点不开心了啊、哦，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好二杠一的一个开局，为什么一下就变成二三一了？然后的话，这个就是近期的话也没有看段子啊、哦，也没有什么段子给大家讲，这点的话也是，哎，非常尴尬，也是挺不好意思，主要是。怎么说，就是这个段子讲不出我们这个巫妖王费玉清的感觉哦。看一下这波 E 的话，一个小细节哦，就是 E 1 3 E 1，然后再 E 3 E 这两个兵线，把二号兵的话留住。那这样的话，有这一波的话，这个感觉这个大招给的是有点问题啊。二杠四啊，不着急，不着急。感觉这个大招给的是有点问题，他应该要指针是往外拉的、哦、不应该是指针接的，直接把自己接到这个塔下了、哦、这一波的话也是非常酷炫的一波操作啊、哦，没话说。看一下Faker自己都笑了啊、哦，这个我能打多大的优势，我就能打的有多烂啊、哦，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 feel。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情况，我都不懂要怎么解说，我都不懂要给大家怎么解说这个东西啊、哦！这个东西想，我刚刚就是在思考了五分钟啊、哦，想说怎么帮他把这个情况圆过去，但是我发现我无能为力啊、哦，非常非常的尴尬。这一点的话，我也是蛮伤的。然后不懂为什么现在所有人开直播都要开个摄像头啊、哦，不懂这是什么习惯。看一下这边移过去。Q 一下，然后蜘蛛这边的话控住配合蜘蛛过来，直接的话蜘蛛收掉这个人头，然后这边一个风吹一下，把兰博的一个进场，而且兰博这边我才注意到是蹦，是棒哦，是这个冠军 ADC 棒，然后这边有点危险啊，闪现啊，这个一闪拍地板，然后直接的话配合队友想杀，怎么说一个贴脸打输出 Q 技能打到，直接交一个闪现拉开一段距离，21点血极限逃生，这边的话还不走吗？感觉要给半的话一个大招砸死啊，半的话好像是身上应该是有大招的吧，直接是把这个兵线清到塔下。看一下这波想杀半吹起来 A 一下直接给大，哇这波操作还是不错的啊，瞎子侧翼的过来巴德给个大招金身，直接是一个分墙先挡住对面的输出，但是感觉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三杠五啊，不着急不着急，这个三杠五嘛还是有机会的。巴德的话竟然是 EDG 的 Mako 啊， Mako 这个 Mako 的巴德用的真的是蛮精髓的，无论是说 Q 技能的释放还是说大招的释放时机都是挺精髓的，尤其是在之前的这个16年的 LPL 这个春季赛的决赛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巴德的这个啊，都可以看到 Mako 的一个巴德使用，哇我觉得是蛮精髓，也是蛮漂亮蛮精彩的，那不懂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看一下 Faker 这一波的话三杠五啊，由原先的二杠一在短短的七分钟之后莫名其妙就变成三杠五了，不懂 Faker 也没搞清楚，而且这边可以看到对面的人这个瞎子啊兰博啊还有蜘蛛啊，瞎子兰博啊，还有巴德啊，啊，除了说在下路发育的这个 AD 伊泽瑞尔没有来之外，啊，其他人都来中路灌了一圈，而且灌的成效都还不错。看一下 Faker 的出装上的选择的话，是选择了这个幻影之舞，那也是这个绿叉型亚索。绿叉亚索的话，相对而言主要是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打这个节制英雄。节制英雄的话。怎么说就有绿叉的话减三，然后再加上这个看到一定的单位可以加一速，这两种加成的话可以让亚索在线上相对而言会比较的一个轻松啊。
看一下这边的话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在线上稳定发育一下。杰这时候又怪九级的杰打九级的亚索，杰是有优势的。杰这个英雄的话是在前几级会比较弱，但是在三级之后五级七级这几个时间点都是他很强的一个时间点。看一下油门给出这边的话，兰博又给了个大招，我的天，你们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曾经的队友呢？曾经的感情呢？这边瞎子的话也是直接闪现过来一脚踢死哦，三杠六。这曾经的友情呢？啊，我们曾经的队友情呢？就这样子哦。这个杰瞎子真的是天天中路打麻将，这一把的话在十三分钟，这个中路已经是来了六次了吧？因为我记得好像每次都是有人游走过来他才死掉的。哦，除了一次被劫这个自己一个大招，也就是说这中路十三分钟之内啊、哦，大家都来了一次，来了五次了，啊，基本上就是中路完全是没有停过。那这个 Faker 的话也是直接给对面送了三分之二的一个人头数啊、哦，非常非常的尴尬。这个再杀下去就不值钱啊，你们这些人。看一下场上的一个形势的话，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阵容啊。蓝色王这边的这个阵容啊，蓝色王阵容看不到，那就说一下红色王阵容。红色王这边的话 ，Faker 这边的一个阵容其实怎么说是有点偏纯 AD 的一个输出，不过还好上单的话是个老树，然后再加上有蜘蛛补一些 AP 的一个魔法伤害，那节奏还不错。而且老树这英雄现在在这个版本真的是强，这个是 6.8 6.7 还是 6.8 版本，那在我不管这两个版本是怎么样，这个老树是没有削弱的嘛，所以说在这个就是这两个版本加上，我感觉这老树有点 BT 啊，这个强的都有点没有朋友的这种感觉啊，非常非常恶心。而且再加上他被动的在团战中一个不停的一个回复效果，然后再加上大招的一个减伤，老树这英雄现在真的是那个现在是开车啊，就是开车五黑开车两三黑开车真的是必备的一个英雄，非常非常的好用，就算线上死成狗也没有关系。哇，看一下这个杰，哇，又是这么多人，巴德又来了，又是一个大招定住，然后瞎子跟杰直接的话看一下这一波还能走吗？咦，走掉了好像，但是没孔最后一个 Q 技能定住，然后这边的话瞎子借着牛头的一个传球又是把 Faker 给击杀了，三杠七，默默的这个数据就来到了三杠七这个情况，这真的是一点脾气也没有啊、哦、不过看 Faker 的这个表情也是蛮淡定的、哦、可能也是觉得习惯了、哦、这个毕竟身为这个大魔王就总要受到这种针对，受到这种照顾啊，已经是可能已经是比较习惯的一个感觉了，看他这个表情的话也没有说什么啊、哦、来吧，尽管来照顾我吧。但是我还是觉得蛮尴尬的，这个队友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一个情况？看一下老树一个 W 捆住，配合队友过来，奥巴马给一个洗礼啊 ，Q 技能打一下，再 A 一下，直接是 A 死了对面的这个，直接是 A 死了对面这个叫什么兰博？好、哦，最近是不是我记性不行啊？我老是发现有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面已经有过了，但是我嘴巴老是说不出来，然后有的时候有些词语就脱口而出的时候又说不出来，就直接。哎，不懂怎么说，是不是我老了啊？这个我今年17岁，明年16岁，人竟然都会老，太尴尬了。看一下这边三杠七，三七三的一个飞客啊，二幺的一个开局还历历在目，但是没有想到怎么这个沧海桑田瞬间万变，瞬间就是变成了一个三七三的一个数据，哎，只能一声叹息啊。哎呀，接下来的话刷这个 F4 啊，那个亚索的话刷 F4 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在之前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浪子宴这个翻盘的一个视频也是给大家说过、啊、就亚索的话刷不刷 F4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指标，一定要会刷 F4， 会刷 F4 的亚索才是一个好亚索。看一下这一波配合队友过来想烧一下，直接给个分墙吹，但是
没有起到一个太好的一个效果，直接过来的一个进场给个大招，哇，巴德这个大招这一下是把这个保住了，但是这一波配合着队友过来的话，怎么都打我，什么情况，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没道理，不懂大家也没看到，哇，这瞎子还要闪现过来 Q 一下，简直是没道理啊，这个 Faker 的话有点像是唐僧肉的一个感觉哦，疯狂的输出。看一下对面五个基佬的话是直接把一个强烈的大汉牛头啊，牛头这么猛烈都顶不住对面的一个攻势输出，瞬间倒地。这对面的话现在感觉有点不讲道理啊，就是对着这个 Faker 一顿猛撸啊。Faker 这边估计也是觉得不能再死了，都已经三杠七了，再死就三杠八了。别，千万别再死啊！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受啊。对面这些不懂是不是因为这个队友光环的一个原因，我发现 SKT 的队员啊，就当他们排到一起的时候啊，就当 SKT 的所有队员排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这个非常非常的，就怎么说，就是总是会非常非常的激情啊，非常非常的激进啊。看一下这一波的话，老苏这边是自己的队友过来是收掉对面两个人，然后老苏这边一个 Q 卷没有打到，这波能跑吗？老苏这边还想反身去换一下，应该是换不了吧。这波的话 Colo 也是比较冒进，哇，这个老苏真的是能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基本上只有七八分之一的血线的时候，牛头 WQ 二连顶起接一下击飞 Q 技能，然后最后一技能接近，利用小兵来接近，哎呦，但是被瞎子一个猛龙摆尾直接是给踹回来了。这个 Faker 的话也是记仇的，这瞎子的话不懂多少次来中路游他了。对面这些人老是疯狂的与我磕，一点不给我磕这个世界第一中单一个面子。这应该是意外吧，感觉他是并不想滑出来的。好，说到这个滑出来的话，又要隐身一下啊，就是滑出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因为亚索 E 技能的距离是一定的，就它跟其他有些英雄的一个距离不一样，比如说卢锡安的话，它这个 E 技能的这个滑步的话，冷酷追击，就卢锡安的 E 技能冷酷追击的话，你是可以控制距离长短的，而亚索这个不行，亚索 E 技能每次 E 出去就是固定的一个范围，所以说这也是就是利用它 E 技能这个固定的一个长度来做到一个穿墙哦。而卢锡安的这个怎么说，就卢锡安的技能它是可以长短可调的，亚索是不能调的，这点的话是亚索一个 E 技能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好像全英雄联盟就他的这个 E 技能的距离是固定的，没有说这个人一长或者是一短距离，而其他的这种位移型的英雄都可以选择控制距离的一个远近。那这一波的话也是现在的话也是要抓紧发育一下，亚索这英雄是非常非常需要发育的啊，这个在二十分钟没有做出两件套的亚索，其实就是没有做出两件套的亚索，其实发育已经算是很差了，在二十分钟左右的时候，一般而言的话在二十分钟出头应该就有两件套了，甚至快的话这个八九分钟电到十七八分钟这个就是两件套了。那亚索现在的话等到二十分钟以后做出两件套，这个伤害上可能就会有一丢丢的不足了。这边的话是先清一下这个河道蟹啊，日蟹这个工作日常日蟹也是要经常做的这个工作。哎，看到一个迷路的这个瞎子，有没有机会瞬间秒掉，直接给大配合队友，但是瞎子这边的话瞬间摸眼离开，伤害已经是很明显，这一波已经是有点感觉出来伤害已经是不够了，亚索这边的话现在急需再补，赶紧补一波发育，把这个三项做出来，没有做出来三项的话，这个亚索基本上就不够看了。看一下跟这个杰有点没道理啊，这个讲道理的话人家是十三级的一个杰，你十二级的一个亚索跟他是没什么搞头的。然后的话，对，在视频的开头的话，不是每次都有符文页嘛？那这一次的话，没有把中文的一个这个说明打上去，主要是觉得
Fake 的这个符文的话，它没有专门为亚索去配啊，所以说就是没有给大家说这些东西。看一下这边一个虚弱给上，直接给个分墙挡住对面后续的一个输出。这边瞎子的话反身走位给一个墙啊，给个吹顶起 Q 技能打下，又是一个猛龙摆尾，你又想走人头给我，哎呦喂！队友的话也不懂是不是没有听到啊，并没有选择把人头给 Fake。看一下，这一波的话感觉还可以，不过虽然说亚索自己很笨，但是自己的队友其实节奏还不错啊，尤其是上路的 Colos， Colos 的话在上路明显是有个大优势啊。看一下，没有514的一个 Colos 是不是，那这样的话被老树这种英雄拿到大优势的话，对面这种偏向对面的话，上单是一个兰博补一个 AP 伤害，那就是结合这个 EJ 的话想对这个老树造成什么伤害已经是不太现实了。然后的话再说一下，哎呦喂 ，Miko 啊来了，这两个人又来了。这边的话利用这个分墙来阻挡一下对面的这个弹道型技能，但是这一波对面也是很机智，什么技能都没放，瞎子二段的一个跟进，直接一个分吹起接 E， 但是感觉这一波跑不了，被瞎子的一个减速，杰也来了，哇，瞬间上路打麻将啊。瞬间就是上路直接打麻将的一波啊 ！Minko 这边的话，一个神曲女神开了一个门，带着自己的瞎子。好，那这边的话 ，Faker 的一个数据3-8。可以说是一个蛮尴尬的一个数据啊。我都有点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哎，还是插播一些其他的一个话题的、啊、那这边的话也是请大家帮忙点击一波这个订阅吧、哦、虽然说这个 Faker 的数据有点惨淡，但是不要着急，不要灰心，生活向着远方看、哦、生命在前方还是有机会的，所以说这个相信 Faker 会翻盘的朋友，那么这边的话请大家帮忙点击一波这个订阅呗，好、哦，这个让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决心有多少。那不相信辉哥会翻盘的朋友，那这边的话也是请大家帮忙点击一波订阅呗。好、哦，这个让我看一下有多少。到时候的话，我会把这数据统计一下，告诉大家啊、哦。所以说，这个相信和不相信的朋友，你们都点击一波订阅啊。这个东西的话，对巴林来说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哦。毕竟的话，这个怎么说呢？就我的播放量都是靠订阅来的，所以说。这些观众老爷们，你们的订阅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好，那这边的话也是回到比赛场上稍事休息啊、哦。现在的话回到比赛场上，看一下接下来场上的一个情况。现在的话，自己 Faker 虽然说是一个3-8的一个数据，不过并不重要，因为这个队友的话，这个局势还是不错的。而亚索这英雄的话，只要把这个发育能力补上来之后。只要能把这个发育补出来，他的一个输出能力还是非常非常没有问题的，而且自己的队友都是比较顺啊，除了自己不多说啊，除了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一下这边杰又来了，巴德一个大招直接哇、哦，差一点点定住，瞎子也来了，我的天哪，这已经是这一把看过多少次了，这边瞎子有没有一个阿闪，看一下又是面对队人多人的一个直接，又是四个人，这一波的话，除了兰博来的迟了一点，没有混到助攻啊，其他人的话都已经是混到这助攻，直接把亚索给击杀。击杀之后的话，老树一个人在对面人群中承受成吨伤害，但是因为自己的 AD 位的这个奥巴马位置不太好，所以说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输出打出来，而亚索也先挂，自己这个比较主力的一个中单先挂了。好的，那么这个3-9啊。非常非常的尴尬，这个Faker现在估计在沉思，为什么啊？为什么每次一玩亚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为什么每次翼王亚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有毒啊？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子针对我？好，难道我玩一盘亚索就这么的让我玩一盘亚索就这样子对我？其实 Faker 的亚索也有赢啊，但是怎么说呢，相对而言，最近啊，就是最近玩的十把左右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非常的尴尬。看一下对面的话，杰这个成绩啊，杰的这个战绩还是非常豪华，73的一个杰。石扣这边的话，跟 EDG 签约之后，这个韩服的名字还没有改啊，这要怎么说呢？不懂 EDG 那边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想法？看一下这边的话，牛头 WQ 二连个顶起，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机会。这边的话，杰反身过来疯狂的输出，牛头这边开大给 Q 这边亚索，有杰这边的话已经是出了个水银，回得去吗？直接把牛头击杀之后，二段的一个回去，然后巴德给个大招，等到自己队友一个支援，巴德这边的话给个 Q 居然也没控住，没有控住亚索，一个 E 技能过墙，过墙之后应该是被巴德好像是上了一个点燃的一个持续伤害，直接给烫死了。这样子的话，这一把打这样子打下来的话，感觉自己的队友有点炸啊！现在看一下奥巴马这边的话，收一个0-5的一个，两个 SKT 的队员都好惨啊！一个 Faker 对这边的话是 Faker 很惨，3-10了，已经是打到3-10的一个数据，而对面的话是一个这个棒，好像是0-6。看一下这一波，哇，这一波团的话，自己的队友是把节奏给找出来了啊，没有关系，我还是相信我的队友的。死掉一个，应该这一波的话是打了一波2-4啊，对面的话棒是0-6，这个 Faker 的话也不懂有没有转过头对棒说，嘿，棒0-6啊，这个棒就说3-10、啊，这两个人真的是惨。SKT 队的队员难道有这种诅咒吗？在排位上两个人碰到就是必须是。怎么说呢，就必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这种情况吗？看一下这边的话，3-10的 Faker 啊，接下来能不能说力挽狂澜，已经是把水银四代出了，那这样的话下一件装备应该是要考虑出一个血手啊。对面的话杰这个爆发血手这件装备对于杰这种爆发型英雄的克制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再加上自己有水银啊，双管齐下。看一下这一波，接下来的话其实对面有点难打，兰博的发育太差了，所以说对面现在可能是偏向一个纯 AD 的这种情况。看一下，哇，杰这个一技能给的非常非常秀，给一标没有标中。这一波的话双方在下路是互秀了一波，巴德过来的一个进场，等到这个 2.5 秒的一个时间给个分享，想挡一下巴德 Q 键，但是并没有挡到。与此同时对面地图上的人都消失了，那这样子的话是有点问题啊。看一下这边 EQ 的一个顶起，牛头 WQ 二连，然后直接开启了一个大招，一个人先在层面承担了成吨那个伤害，帮压那个 Faker 的亚索这边的话是给个分墙帮助自己的奥巴马是做一点输出环境，但是这一边奥巴马残血的情况下直接被瞎子一个闪现的一个跟进， Faker 这一边终于是在三个人头之后再次开局啊，已经是来到了46的一个数据，终于啊，30的一个数据已经是好久好久，由这个 KDA 的 K 啊 Kier 终于是不是带了，是 Kier 的数值开始有了一个变动，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真的是觉得有点不容易。看杰这边的话残血情况下还想上来杀下，这边的话应该是换掉，但是杰自己也是要死，直接的话是被牛头给顶起了，然后被亚索给 AQ AE 直接秒掉。终于啊，这个感觉好像在3-10之后亚索可能是要发威了，而且身上经济也还不错，有1800-2000的一个经济。看一下，看到一个 Mako 这边的话不懂有没有视野，没有视野，这边的话 Mako 做眼应该是要把自己做死，给个 Q 居然想拉一段距离，这边的话 Coro 也来了啊，这边开神曲女神没有开成功，直接被亚索的一个大招给接出来掉。那个关于巴德的传送门的话，如果说你
就是你有这个控制器技能在的话，都是可以把它打断。那种传送门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个平时在走路啊，就是平时英雄做一个这个走路的这种基本位移的这种感觉。基本上只要就是它的优先程度是很低的，只要有一些这个技能都可以打断。看一下半这边的话又是倒地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半这一波已经是0-7的一个数据了。队友这边的话一波疯狂的一个输出之后啊，直接的话人头数是来到了23-29。经济的话感觉从塔数上来看的话，感觉这个蓝色方应该来说有大龙和塔数的经济，现在应该来说经济上是有一点点的一个领先的，但是具体领先多少钱还不太好说啊。诶，看到一个瞎子，没有机会啊，瞎子这边是非常快的交了一个顺眼，直接过人走了。看一下这边的话果然是补了一件血手，因为对面的话很明显啊，对面这个企图也太明显了。哇，0-8的一个棒，这边飞哥估计也是看着棒的一个战绩微微一笑啊，我这个6-10的数据怎么说也比他0-8强多了吧。这个是棒吧，好像是刚刚那个应该是棒吧，棒的话出现在了飞哥的镜头里面，是不是棒？好像有点像，但是有点不像。这个趁着死亡的时间过来休息一波吗？好，那也是终于是突破了3的这个极限。那这边的话也是请大家帮忙点击一波图片广告。那图片广告的话也是比较粗暴简单，在这个视频的右边。如果你是用网页客户端访问优酷的朋友，在这视频的右边有这图片广告，请大家帮忙点击一下。同样的话是在这个视频的正下方，如果你是用优酷手机客户端观看的朋友，在这视频的正下方有这个图片广告，也是请大家帮忙点击跳转一下，跳转一波呗，谢谢大家喽。这好像是，这个其实做了 Faker 的这个排位的视频做了好多啊，突然发现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做啊，第一视角一个视频。看一下这边直接过来的话，棒啊，0-8呀，别呀，有0-9了，而且这个第9个人头数还是由 Faker 刺改。看一下 EQ 这边的话，直接卷起一个伊泽瑞尔瞬间是倒地，然后这边自己的队友牛头打比 Q 二连顶起对面的杰这边的话没有什么输出环境，瞎子的一个进场，这波的话瞎子和杰在做最后的一个垂死挣扎，没孔的巴德也是赶紧的过来，看一下 E 技能 E 一下，但是开一个神女神亚索。这边的话直接是跟着神女神最后一发 Q 技能旋风掌干散掌啊，直接是斩掉了 Miko， 叫你前面针对我啊，你们这些人。这个 Faker 的话现在也是终于露出了笑容哦，终于是由原来的这个3-10的战绩打到了8-10，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这也就说明亚索这个英雄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翻盘能力，当然这一把其实重点的还是要说一下队友，还是队友比较给力，说实话啊，这就印证了英雄联盟流传已久的一句话，真的是打得好你不如你排得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你打得再好不如你排得好。看一下这一波的话，这个再追，看一下对面复活时间3210。应该是追不上了，没有什么机会啊。兰博这一把的话好像都没有看到他放什么大刀，瞎子一个顺眼的一个跟进，一个 Q 技能短了，那这样的话老苏给个E技能减速一下对面，应该是可以顺利的一波撤退。诶，这应该可以E过去啊，我记得是分墙开一下应该就是可以E到那边的那个小怪啊，怎么突然E不过去了？难道是地形有改吗？看一下这一波的话，蓝色方也是恼羞成怒啊。看一下水银弯刀出了之后，这个亚索的输出能力已然是没有问题了。最后一件装备的话，看对面的阵容，我觉得选一件防装，选一件物理防装。Colo 这一把的话是10-2-12的数据，非常非常的吓人。
看一下这一波 Miko 又是给个大招，杰这边的话一个进场是直接配合着瞎子对对面的卢香进行一个无情的一个猛攻，但是 Faker 这一波的话身上还好还不错，一个分墙吹一下水银解一下，同时吹一个大招刷新一下自己的被动，身上没有死，而且这边的话是因为这个触发了嗜血的一个效果，Faker在残血的时候触发嗜血的一个回复效果，你看到这嗜血的回复效果是有点吓人啊，瞬间的话是把血线给回上来了。这一波的话想抓到这个 EJ 的话有点难，截的话在侧翼给个影子的一个减速没有什么机会了，等兵线这边明显是在等兵线，一个 E 然后再追一下给个 Q 圈，这一下的话两个 Q 圈直接刷了一个吹风起来，然后直接给大 E 的瑞尔，这边的话是选择一个水银解掉这个击飞，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啊。好，这应该不算击飞吧，这不懂这个要怎么算，就是这个攻击效果要怎么算啊，感觉有应该是不算这个击飞效果了。看一下这一波的话能不能直接一波推到对面的水高地啊，终于这个看一下最后的话自己的队友要不要选择强行的去越塔击杀一下对面的杰，这个蜘蛛已经是先机降，杰这边的话给个大招赶出来，这一波有点没道理啊，这个杰这个出来的话也是跟队友换下，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在竟然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把这场比赛给赢了啊，非常非常不容易，三杠十的亚索慢慢的打到十杠十，太不容易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的一个击杀，看一下利用 E 技能，然后直接的话一个 Q 闪虚弱给上 A 一刀 E 技能接近一下，最后再 A 一刀直接是把这个杰换掉。那这一波的话其实是 Faker 赚的，因为你这个兵线进塔，而对面的话兵线没有进塔，所以说杰这一波起码是损失了很多兵的一个经验。好，那这一把的话 Faker 一个三杠十亚索逆风翻盘的一个视频就做到这边，我是80，我们下期见，拜拜。好，不，我是声音频道话不标准没有情绪音无特色的非专业娱乐解说把你，好，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